好。喂，陈小姐，我是物业管理处，你们家漏水了。不会吧？走廊里都是水，电梯都弄坏了，你快回来看看吧。糟了，这个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你忘了你买了一份全方位保障的周全家居综合险吗？家居财物因为意外，例如台风、火灾、爆炸、盗窃或是其他意外导致的损失或损毁，有高达港币120万元的保障。每年7月份至10月份，因为台风或暴雨导致的窗户意外损失或损毁，更有高达港币20000元的窗户保障。只是处理好家里面的状况，但是公用地方设计的费用怎么办呢？哎，你忘了周全家居综合险是一个全方位照顾你的保障吗？你是业主，如果要为物业的公用地方因为大厦的业主立案法团、物业管理公司或业主的疏忽而需要承担法律责任，周全家居综合险都会有高达港币1000万元的保障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哦，还有3个附加保障计划给你选择，无论是家用保障、全球个人物品或楼宇保障，都是周全家居综合险的自选保障项目，可以按您的需要选择。满意吗？满意啊。哦，对了，你怎么会到我这里来的呢？刚才我看天气预告说很快会刮台风，我就知道你这个冒失鬼肯定有事情需要帮助，所以来看看你啊。谁知道幸好有你在。是幸好你买了周全家居综合险才对。除了刚说那些保障之外，这份保险还有24小时家居支援热线，提供免费的中介服务，从家居电工水管维修、24小时紧急开锁到临时家用转介都有，家里发生意外就不用怕了。其实我已经找了师傅来再做个检查了。嗯，真是贴心呢。那么我先给妈妈和朋友们打个电话报平安。啊，对了，你的闺蜜刚刚买了房子，也在中银香港申请按揭，现在投保周全家居综合险，可专享免首6个月保费或首年保费半价优惠的。这么便宜，记得下载这个 APP。 现在中银香港按揭客户也可以透过网上投保，让他们也可以和你一样安心了。总之家里以后有什么事情，我和周全家居综合险一样都会在你身边。谁说这里是你家呢？快登入中银香港手机银行了解更多详情。